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好，我现在要展示我们的手势控制系统。好，那主要就是靠这一台，看得到吗？哈，这台那个摄影机，然后呢可以控制这个萤幕，它就像不用接触，但是它就像一个滑鼠一样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握住拳头，好，然后它就可以就是像滑鼠的左键点击的效果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比如说我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势在移动的时候，那个上面的那个箭头其实也在移动。比如说我把我的手势点到这个餐饮这边，我只要握一下拳头，它就好像是滑鼠的按的左键一样的效果。好，然后相当好控制，好，相当好控制。所以你看，像进入一个地图，我把它拉住，拳头握住，我就可以拉这个地图，好，然后算是非常的滑顺。然后整套系统呢，它可以让疫情期间或是后疫情的时代，啊，即使不需要碰到萤幕，都可以去控制，这个萤幕，它也可以是一个投影的画面，也都可以，啊，可以去做所有的这个控制跟互动。好。